东海预告 SJM 回归，西扯银赫失控让演唱会无法结束。Super Junior 演唱会，突击者夜整勋社，20,001,803.31。南韩团体 Super Junior 今3月31日在台北小巨蛋举办 Super 首期演唱会，他们表演多首经典歌曲 Sorry Sorry Simple 美人啊，让在场 1.1 万歌迷感动又兴奋。队长利特在表演 Marry You 跟 I Do前特地讲到2007年在台湾参加金曲奖时永远忘不了那尖叫声，以及在台创下121周冠军纪录，感谢台湾 ELF 粉丝们长久以来的爱护与支持。Super Junior 在2007年来台参加金曲奖，利特提到当时盛大的尖叫声让他永生难忘，更说到2012年发行 Sexy Free 和 Single， 2010年美人啊，2011年 MR Simple 三张单曲在台蝉联121周的冠军纪录，感谢台湾粉丝时时刻刻支持他们爱护他们的心意。话一说完，他表示在这里向亲爱的你们鼓起勇气告白，虽然我还有不足，但你们要接受我的告白吗？随后就表演 Marry You 跟 I Do， 七位成员也互相拥抱。Super Junior 演唱会，突击者夜整勋社，20,001,803.31。安可前，成员们在用中文一一感谢粉丝。神童先说：“我们要永远在一起，我永远爱你们。”东海，你们在我眼前，我很幸福。以后不要消失在我眼前，我爱你们。一生我会怀住开心的心，用音乐报答你们。诗然，谢谢你们不变的心，我不会忘记今天的你们。银赫，感谢大家无时无刻不忘我们，我也不会忘记大家，想祝大家，我会报答大家对我们的爱。立刻，我的公主们，有在享受表演吗？我们会爱你们的，我们也会在你们身边的，谢谢。演唱会尾声，台湾粉丝再度献上姻缘，纷纷举住爱你们比天高比的后手幅。立刻嘴甜回应，如果你们爱我们比天高比的后，我爱你们就像宇宙一样宽广，是我们比较爱你们。而东海在展现中文实力说，今天非常开心，你们的爱与热情很感动，如果有机会我想住在台湾。此时大家起哄要住在2011年相同的地方，
结果其他六位成员就跳起 S.J.M 的歌，引起现场爆笑。Super Junior 演唱会。突击者夜整勋社20万01803.31。提到 Super Junior M 东海表示，我们有 SJM 的歌，明年有机会我们新歌 SJM SJD 和 E， 想多让你们看到我们表演，也想要让大家看到我们歌曲，看到各种活动，透露往后会继续努力，感谢大家今晚的参与。只不过西扯银赫利特不断捣乱，演唱会一直无法结束，神童李生史源东海直接躺下傻眼望住大家，看见这无法收拾的爆笑场面，翻译老师工作时也藏不住笑声，立刻就说翻译不要再笑了。诗源也附和子子工作一下还没结束，让现场笑声不断。Super Junior 明天下午3点将在同场地开场，两场演唱会共吸引2.2万粉丝支持，吸金7200万台币。 Super Junior 演唱会。突击者夜整勋社20万01803.31。Super Junior 演唱会。突击者夜整勋社20万01803.31。